果与阿福特。欢迎收看艾森Show体操。从16年开始到现在当体操教练也已经5年了。那这中间其实上过我的课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会帮他们做一个记录。有一些动作做得特别好笑的，也有一些动作做成功后特别感动的。有时候做这些记录是方便让学生能看到自己的动作，然后在当下去做一些动作上的调整，可以看到自己哪里不足的地方，在当下就马上去更正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，也是要让学生能看到自己进步的地方，所以我会持续的去帮学生做这个影片上的记录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来放出我学生他们在之前跟之后的差别，可以看到他进步的地方在哪里。那就不啰嗦，我们直接来欣赏他们的成长史。Go！
Everything changes. 哎呦！哦，算你两次。Quack.